后置三摄加骁龙855，索尼旗舰手机曝光。索尼今年在旗舰手机上的发力有目共睹，新机 Xperia 一凭借21.9的超长带鱼屏以及旗舰性能，获得了不少粉丝的青睐。9月2日，外媒曝光了索尼新机 Xperia 2的渲染图，该机会在9月5日正式发布，快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从渲染图上来看， Xperia 2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后置摄像头模组，由原先的中置三摄变为右上角三摄。据悉本次 Xperia 2的 COMS 将会是全新研发的版本，不仅底子更大，画质更好，还自带 DRAM 闪存，可实现更快的连拍速度。而在性能上， Xperia 2将采用全新的骁龙855 Plus 处理器， 8GB 内存，进行一次小幅度的升级。